先后，所以那个以我想到的为准。嗯，春节菜谱，第一个炸蘑菇，第二个辣皮子炒肉，第三个卤鸡，想不想吃？这个但卤鸡我没做过啊，我可以现学。第四个是清蒸黄花鱼，我会做。嗯，第五个酱牛肉，酱牛肉我也可以也现学，是不是这个也得有？有。嗯，第六个是酥鱼，酥鱼是用鲫鱼做的那种。嗯，小酥鱼我知道。对，嗯，就是鲫鱼做的酥鱼。啊、嗯、啊、嗯，这个我可以学一下。嗯，第七个油焖大虾我会做。嗯，第八个是咱们老家经典的蒜苔炒肉。嗯，欧了吧？可以。不多吧？